们知道这个华人华侨呢，你好你好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大概有6000万到1亿左右，是吧？为什么说不确定呢？因为有很多人他出了国以后，他就融入了住在国的这个身份，还有一些呢，因为历史上住在国排华的问题，就他放弃了这个中国身份，就是华人身份，不仅仅是改了国籍，他甚至在这个你好，甚至在这个文化传承上，他都离中国越来越远，就他的子女不一定知道他是中国人。这个情况在全世界其实都有发生，最严重的应该是在印尼，就印尼登记的这个华人华侨的这个数字，它从来都是不真实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，最近几年啊，所有的统计资料都显示泰国是华人聚居最多的一个国家。就我们一直说海外华人，海外华人，其实有很多人他根本就没到海外，就根本就靠不着海。你比如说老挝，它就是一内陆国家，是吧？整个国家就一条河，湄公河，是吧？公路就一条公路，13号公路，是不是？这个说起来啊，中国有几千万人出国了，就全世界据统计啊，198个国家有华人的踪影。但其实呢，真正你跑到大洋彼岸的很少，70%以上的华人，他其实是集中在东南亚的。有几个原因啊，一个呢省事儿，他不用办那么多签证去跑那么远，是吧？或者说我得有博士文凭，是吧？我得有什么技术工种，是吧？对方国家需要我，我才能去。或者说你像有一些职业偷渡的这些省份，是吧？亲戚带朋友啊，一个带一个的，你过来以后打黑工，是吧？过个几年整大色，是吧？就你不用搞那么麻烦，你身上揣个几百块钱、千把块钱，你就可以跑路了，对吧？甚至有一些人，他进入东南亚的时候，他连护照都没有，就有些人是背着案的，比如说我打个架，把人打死了。我见到的一个例子，双方打架，那么其中有一方把另外一方某一个人打成重伤，那么伤重不治了。所以呢，这双方都在跑路，知道吧？因为你属于这个打架斗殴啊，死人呢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你好你好。所以完了以后呢，就跑到老挝去了。过了大概有7-8年，就这个事儿搞定了。怎么搞定呢？600万，400万送给当地的公安机关，200万给死者家属。就他，你得双方你都得摆平，是吧？死者家属不追究了，公安机关给你再修改一下案发时候的一些填报的一些表格，是吧？你这事儿就搞定了。完了以后，几个人凑凑把600万交了，就把这案子消了。就这种情况其实很多，东南亚各个国家都存在这种，中国的刑事犯，就他是背了一身的麻烦跑路的。所以呢，你说中国人移民到国外，其实你移民最集中的是离我们很近的这些东南亚国家。
而不是欧洲、美洲。那么现在你急着出门的，也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。就是说你等技术移民也好，是这个投资移民也好，或者说你想办别的方式啊，你时间不一定够。你已经准备好出门了，完了以后呢，时间或者说各个条件你不具备，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借道的问题，是吧？我今天主要是聊一聊，如果你选择借道，就是你选择先出来，那么周边国家你筛选一下，你看哪儿对你更合适，是吧？前面我专门有一集说过这个与中国接壤的这么14个国家，其实呢，中国一直说与我们接壤的有15个，因为涉及到一个锡金，是吧？它给这个印度吞并了。吞并了以后呢，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印度的这次吞并。那么最终它的地图里显示出来了，它默认了这次吞并，所以它与中国接壤的国家，现在我们就知道啊，就不是15个了，变成14个了。北方4个斯坦，是吧？苏联的、前苏联的3个斯坦，吉尔吉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，那么巴基斯坦，是吧？阿富汗、俄罗斯、蒙古，啊，这是北方的。就往再西方一点，它那个印度啊、不丹啊、锡金啊，就是锡金现在没了，是吧？不丹，完了之后缅甸、越南、老挝，那个柬埔寨，就你一圈绕下来，真正与你接壤的，除了朝鲜以外，是吧？我相信啊，没人想移民到朝鲜，是吧？那东西。除了刘强东，我估计没有人愿意去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就难了，北方西方你敢去吗？就能去的确实不多，是吧？你说我要去乌克兰，是吧？我通过吉尔吉斯坦我去乌克兰，有，那我们现在跟踪你就有一个，是吧？一脑门的扎进这个美女的怀中，现在搞的是一身的创伤，是吧？钱也没了，对，反正是又从头起家，很累。那么你去俄罗斯，俄罗斯可能是周边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唐人街的国家，是吧？中国人在那儿，他就跟那个剪羊毛一样，是吧？现在还算比较好了，斯大林时期动不动就给你灭族了。那30万、20万人的聚居区，一声令下，毁于一旦，是吧？鸡犬不留，对不对？那么完了以后呢？那吉尔吉斯坦你肯定是待不了，对不对？你首先得是回民，你才能考虑在那儿你能活得下去，是吧？你说巴铁，对，那是你说，对不对？这其实他跟你铁不铁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也没有能力去做这种测试，是吧？对每个人来说，你的地球旅行、本次旅行，是吧，都是单程的，对不对？试完了有可能你就回不来了。那么像印度啊、不丹啊这一类的国家，给你去你都不一定能待得住，是吧？你像山上的不丹，是吧？那东西不仅小，而且它的外交其实也是印度在控制，是不是？它的国防外交都是交给印度的。完了以后，他在雪山上，对吧？你说你动不动没网了，我觉得大多数人基本上你待不住。那么到了印度呢，它比东南亚其他国家更热，就它属于南亚的，对不对？它不仅热，而且那儿还有一些奇特的风俗啊，除了得癌症，是吧？没办法，那地方药便宜，对吧？一般人估计也不会选。你说那个越南与中国之间不仅曾经发生过战争，而且呢，就他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时间并不长，真正独立出去大概也就几百年的事儿，是吧？
那么它文化呀、宣传呀，它有一些排斥。因为越南这个国家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它是第一个全盘接受汉文化的国家。就越南的所有史书，它都是用中文来写作的。但是越南呢，它也是第一个从文化上脱离汉字圈的，就东亚文化圈的。所以这个国家它比较麻烦，很多人最终呢觉得越南的机会啊，经商的机会多一点，但是呢对他不放心，动不动就排华，尤其是前年很蹊跷。就按理说你越南跟中国打过仗是不是，那么最近的一次战争啊，是吧，也就是80年代的事儿，对吧，79年到88年是吧，从这个邓小平访美，决定在小朋友不听话打打屁股是吧，一直到这个88年奥运会，对吧，那么两三轮战10年，双方确实有交火，那么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就你感觉到啊，你感觉到这个国家它极有可能未来还会出问题。为什么要出问题呢？因为越南它的油气田，就10年前它的油气田在南海上，它开采的这个油气田就已经占到越南国民经济收入的1/3了。就你如果说让他把南海的岛礁还给你，说我原来开采的这些油气田都不干了，都交给你了，就一个国家的经济支柱1/3倒了，就3根柱子给你抽走一根是吧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所以呢，越南在未来啊，它跟中国的关系不会很融洽。就你如果说你借道或者移民到他那，其实是相当危险的。缅甸在打仗是吧，动不动它这个边区，因为缅甸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么一个国家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它历史上它有一部分跟中国比较接近是吧，受汉文化影响啊，甚至有一些区域它属于这种明朝土司管辖，对吧，它也是跟中国之间有领土纠纷的一个国家。那么缅甸呢，它主流是缅人，就是它有一个名称叫我缅人协会是吧，它缅族它是占据了中央政权，但是各地呢都在半独立化。你比如说与中国接壤的几个区域它属于特区是吧，那么说像罗兴亚人，去年我们听了一年罗兴亚的这种悲惨的故事是吧，穆斯林国家支持他要独立啊，最后导致了一些民族之间的冲突。所以这种国家呢，它本身自己就乱着，就你中国人不插手它自己也会乱，那么完了中国人插手以后，尤其是一些边疆，就你能去的地方它其实一直在打仗，就政府军它在收税，它在对地方要求进行更加严格的管控。那么作为地方来说，它要组织一些民兵，就他要独立或者说他要自主，很多地方他要求自主，更加的自主。那么你去了以后，不管在哪儿，就不管你是在他的首都是吧，仰光这一类的啊，或者说你在边区就与中国比较接近的卖玉石的，像掸邦啊，就是克钦特区啊这一类的啊玉石市场，你不管在哪儿混，其实你的危险都是双重的。你不能说他一发生冲突了我就举起中国护照，啊，我是中国公民啊，你得保护我的权益，没有用，你说人家也不一定听得懂，对不对？你政府军即便不想打你，不想造成这个两国之间的矛盾，那么地方半独立化的这些武装他极有可能给你一说的，完了之后嫁祸在政府军头上，对吧，给政府制造更大的麻烦。所以你到缅甸呢，其实它也不安全，
就相对来说啊，也不是很安全。那么剩下来的跟我们接壤的，你真正能去的可能就是柬埔寨、老挝，但没有什么特别的国家说你能一脚迈进去就能安全的。就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朋友是吧，也是我的一个观众，一个猛地扎到这个缅甸出不来了，没有护照，完了以后呢一头扎过去，现在跟耗子似的是吧，啊，到处发这个求援的信号，其实很难。就你选择的这种国家，你就跟那个探险一样，你一路上都是坎坷啊，就你一头栽过去是不错，但你要想再从他那跑出来到别的国家，其实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？就你转一圈，就按我的这种观念啊，那么你除了老挝，你其实没得选。它有一个好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你到老挝比较方便，完了之后呢，你从老挝你去泰国或者你去其他国家是吧，哎，相对来说也比较简便。就虽然老挝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但是呢，就它也有政治局啊，就是老挝首都万象的那个市委书记，他就是政治局委员，但是相对来说呢，他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国家，就他不会过分的管束外国人。那么你去了他那儿，可能几百美金吧，三四百美，四百美金左右，啊，你就能落地。就你是旅游签过来的，是吧？你或者说我什么签证我都不办，我就大本护照。我坐大巴过来那是最省事儿的，是吧？上飞机你是甭想了，对吧？你没有签证，武警他就不会给你上飞机，你就走不了啊。就是说你坐大巴从昆明到这个老挝的首都万象也就540块钱，很便宜，是吧？你坐我大巴到我就过来可以，没问题。你到了这个两国交界的这个口岸，200块钱，是吧？落地签你就可以过来。那么落地签应该是一个月，是吧？你到了这儿，你说我不走了，是吧？你说我要继续要往缅甸，或者我继续要往越南，我往这个泰国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你一天不待，你马上就走，没问题。你别说你走了，你开车都没问题。就现在泰国应该是进不去了啊，因为它是右舵左行，是吧？它跟中国的这个交通规则不一样，所以它不太愿意让中国车直接开进泰国。那么你在整个老挝，你可以自驾游。是吧？你说我从南京，我开个车，我沿着高速一路，我跑到这个老挝来，没问题，是吧？你继续跑柬埔寨、越南都没问题，随便开，是吧？人家允许。那么它涉及到几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落地比较方便，就我拿了这个落地签进来以后，我随便找个中介，是吧？我说我不走了，我要待一段时间，没问题，人家可以帮你办这个延期或者是变更。是吧？你说我旅游签，我延期一个月两个月，很便宜，几十美金，是吧？20美金、40美金，就很便宜。如果说你说我要改这个工作签，我不走了，商务签证可以，没问题。他那个收你400美金左右，他会帮你办一年的工作证和暂住证，就你在老挝你就合法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我如果现在，你像我现在到这个泰国那就不行，就泰国他首先你这个旅游签你要改。商务签，你在这儿有商务活动是吧？完了以后商务签也是3个月，那3个月结束了以后，你说我这个商务活动还没有结束，我要申请一工作签是吧？可以，没问题，继续办。那么所有的这个手续它都是很繁琐的，就如果你要找中介，你说我旅游签进来了，我想改成这个工作签啊，它中间涉及到这个商务签一直到工作签，大概的费用是多少呢？就人民币15000到20000之间。就你找到人的话，找到合适的人，啊，你说我想留下来，我暂时不走，我考虑考虑，说下一步我得飞瑞士或者我得飞美国，哎，没事儿，你可以暂住，但是呢，费用很高，对吧？就一年了，你得花10000多20000，所以你这个东西就很讨厌，是吧？你综合性价比一看，可能你迈出国门的时候，你选择老挝，它比较保险，为什么呢？
你周边国家，你说历史上没有排华的，我没见过，是吧？但是老挝最后一次排华是700年前，懂吧？就700年前他排过华，然后他就没有排过华了，所以相对来说你的生命安全会得到保障，是吧？然后完了以后呢，你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选择你要去的国家。就如果说你要借道啊，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临时居留地，啊，你说你到越南、到柬埔寨、到缅甸，是不是保险啊？不知道，是吧？尤其是柬埔寨，最近柬埔寨呢，中国人去的很多。为什么去的很多呢？因为柬埔寨它有两个特点，就第一个，它是中国在海外，就是不能讲海外，叫境外的，拥有这个军事基地的，其实它是第一个国家，因为柬埔寨它用的全套的中式装备，就它现在的武装力量使用的设备全是中国的，就中国在这个柬埔寨呢，它有一个空军基地，一个陆军基地，就说白了一句话，它是教学基地啊。什么基地呢？就是说空军它是来教你使用中国，比如援助或者卖给你啊，应该是援助的是吧，一些飞机，那么它是一个训练基地，训练结束了以后空军就没有撤走，陆军也是一样，它本来是给你装甲车布站是吧，完了以后教你的过程中是吧，那培训的时间结束了，但这个基地它就站下来了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记住柬埔寨它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区，它性质上跟老挝差不多，是吧？可能还不如老挝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柬埔寨有很多华人现在在那儿觉得我的商机很不错。说白了什么商机呢？你就是从国内弄点中国的初级工业过来卖，中国能不能给你继续的往外运这些初级工业品不知道，是吧？你谁没有前后眼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大仙，对吧？猜不透。那么你在这种缺乏工业的国家，其实老挝也一样啊，因为它人口比较少，都是几百万人，是吧？周边都是大鳄，对吧？你中国上亿是吧，多少亿，那么泰国是吧，8000万是吧，越南8000万，哎，你周边接壤的国家都比较庞大，你缅甸应该也是5-6千万人口的，所以呢它属于那种鬼不胜蛋的小地方，那他自己首先有一个担心，就他很害怕别的国家会占他便宜，是吧？你比如说越南，他占了老挝的一块土地，老挝一共是23万平方公里，就24万不到，跟英国本土差不多大，但是它因为越战期间涉及到一条胡志明小道，就从中国往这个越南运武器装备的、运粮食的这么一条小道，那么胡志明小道它有一段呢，就在老挝境内，就是老挝境内有一部分给它借道了，那么这块土地大概涉及到将近5万平方公里。有多少人呢？有50多万越南人，他就留下来了，就有些越南人他同时就申请了这个老挝的国籍，就他越南国籍我都不要了，我就申请了老挝国籍，我就出生在老挝的领土上，是吧？哎，他这边其实有很多这种纠纷，就你不知道他其实一直有，你包括越南与这个老挝与这个泰国之间，他其实也是有领土上的纠纷，对吧？那很麻烦，就他自己之间一直是有问题的。那么你柬埔寨相对来说你不一定有老挝那么平稳，是吧？柬埔寨的政局你根本就看不透，就现在这个首相他晃晃悠悠有30年了吧，是吧？洪森，下一个是谁不知道，他现在就是一个独裁者嘛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比较奇特，就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借过钱，
包括联合国是吧，中国、越南，都是你求的，上赶着捧着钱让他要，是吧？试图来影响，柬埔寨的一些政策，是吧？他这个人比较奇特，就这种国家你是摸不透，而且呢，他在共军的射程之内，如果你要是去，管好自己的嘴，是吧？能不能在那儿合法的居留，我不太清楚。但是你如果说办个一两年的这种短期居住，绝对没有问题，是吧？只不过呢，稍微谨慎一点，不要过分。像你在老挝这种国家呢，他为什么说保险一点呢？首先他就不太管外国人的事儿，哎，中国人在这儿他也不太管，对吧？就你唠个啥东西，或者说你说点什么过头话，啊，对他来说无所谓。因为老挝的政策从去年开始它有了变化，它原先是倾向于中国的这个就亲中派当权，那么当权以后呢，前年下半年它出了一个故事，是吧？就出了一个这个飞行事故，很蹊跷的在哪儿呢？第一天中国的国防部部长常万全访问这个老挝，接触了一些部级干部，就是跟中国走得比较近的这些官员。那么第二天这些官员参加一个南部的一个庆典的时候，这个飞机掉下来了。飞机掉下来之前出了很多事儿，就其中有一个部长啊，文化部部长啊，本来也是坐这班飞机的，中途他决定不坐了，改坐别的这个班机赶到现场了，所以他没事儿。那么亲中的这帮部长掉下来以后，是吧，全死了啊，一个没活下来。全死了以后呢，去年他们改选，选了一个主席上来，这个主席好像是80多，快90了。他的这个读军校的，他大学是在越南读的，就他的军校是在越南读的，然后他的硕士阶段他是到俄罗斯深造的，就说白了一句话，这个人他是亲越亲俄的。其实很多人对他不了解，老挝基本上他都是亲越的。为什么讲亲越呢？他的军官和警官，尤其是高级军官和高级警官，他是在越南完成他的这个训练的。比如他要想升官，他要上军校，上高级警校，他是要到越南去，而不是在老挝本土上解决他这个学历问题。那么中国呢，前两年开始跟他搞了一个交换计划，或者说培训计划，每年这个成都高级警官学校收留25名老挝的警官，就为他们做培训。其实呢，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样，就与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，就我挑了半天，我当年啊挑了半天就挑了个老挝，是吧？而老挝呢，它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，是吧？你比如说你到老挝待个半年一年的，是吧？过渡一下，你能一脚走是最好。你说你走不了，我还得琢磨琢磨，还得准备准备，行，没问题。你去泰国，是吧？就是你到这个国家呢，相对来说，它是一个旅游国家。说白了，东南亚整个它都是一个。它有两个问题，第一，它是一个性旅游国家，就它是吃青春饭的，就整个这个东南亚它是笑贫不笑娼，就这个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中间呢，确实有本质的区别。他说你这孩子长得漂亮，是吧？你男孩长得漂亮，给他割了做人妖，是吧？再打点激素，是吧？甚至来不及打激素了，你说他发育的比较晚，他妈12、13岁我才发现他有做人妖的潜质，没问题，一装屁是不是？没胸脯没关系，穿女装你也能挣钱，是吧？你说我家里有一姑娘长得是12、13岁了，挺漂亮，没问题，出去卖呗，对不对？就这一类的国家，他拿这个东西根本没当回事儿，就他觉得吃青春饭是天经地义。你柬埔寨也好，越南也好，老挝也好，泰国也好，都是这样，是吧？你别说他是佛教国家，没有这套，
它最大的工业是无烟工业，是吧？那么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你就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，你都可以看到吸毒的、贩毒的。那么尤其是中国的，就中国有一些毒贩的，或者说有一些吸毒的，他就全家他就搬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来了，他来了就是吸毒，便宜呗，对不对？我在国内一天，比如说我要500块，我到这儿来一天20块我就搞定了，对吧？我同时又能上班又能做小买卖，完了之后一天20块，是吧？这跟天堂一样，就对他们来说产地呀、原产地呀，对不对？没有剥削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加价，是吧？也不存在层层暴力，所以呢，他其实这边的毒贩和这个吸毒的相当相当多，人家也确实没拿这个东西当回事儿，对吧？你别说，好像东南亚抓贩毒，你疯了，抓贩毒他的龙也从哪儿来啊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抓贩毒的其实不是他们，就你没有人，没有哪个国家，比如中国或者美国来支持他，给他钱，给他培训，给他装备，是吧？他抓贩毒，那他疯了，那这是他国家经济的一根支柱，对不对？哎，就不公开说呗，是不是？东南亚现在我们知道他能够砍的只有树，但是联合国呢，为了这个保护环境是吧，生态，逼着周边国家都签署了这个不允许红木出口的这些政策。你比如说你在老挝，你在泰国，你卖这个油锯，就是锯树的啊，这个油锯都是犯法的，是不是？他明令禁止进口，但是你看那所有的店里是吧，偷着卖也好，明着卖也好，全是中国来的油锯，对吧？你买锯子干什么？不就是锯树吗？对不对？你说我把树锯下来了，我出口不了，那是你懂不懂？他只要敢锯树，他都能卖给相关的企业，啊，这些相关的企业都有办法把它搞出去。你说你联合国定的一些，规章制度是吧？你不允许东南亚国家往外卖树，做梦嘛，对吧？东南亚国家他这个没有几个是中央政权非常强力，没有，是吧？他这个。国家内部它都有自己的声音，说白了一句话，它就是属于那种地方都是半独立的。我们经常开一个玩笑，老挝的主席打个电话让北方的和南方的领导过来开会，就北方的啊，琅勃拉邦靠近中国这个方向呢，极有可能就来了，屁颠开个车就来了。南方不一定，你比如说巴色附近的几个省，你让他们的领导到首都来开会，发洪水了，是不是路坏了？飞机天气不好飞不了啊，生病了拉肚子，他极有可能不来。但是如果说南方的，比如巴色的省长打个电话，说那个隔壁几个省的，领导，我们大家碰个头是吧？我们省委书记有个新的建议，大家商量一下啊，没问题。2个小时全他妈集中了，对吧？所以他不是像中国那样。中央集权就那么严重的国家，它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总体上来说，越是这种国家，你在这儿就越不起眼。不管你是来避祸的，还是你过来赞助的，相对来说你都比较安全啊。当然，你不能说你抱个花圈送给这个中国大使馆，说那个祝中共早日灭亡是吧？那你就作死了，懂吗？这东西不能干。这东西不能干，但你说，我要选择一个更好的目的国，我现在来不及了，是吧？我得先走。这种国家呢，其实作为暂时的落脚地，我觉得挺不错，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，就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参考的价值。好了，祝大家晚安，再见。